萌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萌萌，爸爸，我叫你，你也不答应，就睡着了。你什么时候到爸爸车里的？就知道你要走了，我不想让你走。萌萌，爸爸不是有事吗？ 大壮，上车吧。是。肖郎大壮还带着女人和七八岁的孩子吗？请再次确认情报，收到立即回复。怎么突然多了个孩子？沈排长，可能是我搞错了。 咱们因此伤了群众啊！去试探试探。咋了？老乡出走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哦，没事儿，娃娃下来接个手。对，上个厕所。 给您打听个事儿，天湖镇怎么走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姥姥家就住在天湖镇。<笑>天湖镇算，你就顺这个路，前路口左转20多公里就到了。判断是群众，小女孩和父亲的亲戚是演不出来的，请求取消任务。任务取消。<笑>麻烦了。没事没事，慢走啊。 局长，干部的体能考核训练都结束了，您这是不考核就不练了吗？这不要开会了吗？还记得当初贺天高干的那件惊动全旅的事吗？哼，老雷，今天怎么想起说这事儿来了？都成传说了，说贺天高炸入特战营，愣头青拳打雷公鸣。谁说的呀？明明打了个平手嘛。那个时候啊。 你刚刚结束一个月的培训回来，这新兵蛋子谁认识你啊？当时啊，我正打沙袋，他主动找我说：“老班长，咱们切磋切磋。”后来听说我是副旅长，又跟我道歉，说早知道你是领导啊，我就让着点了。<笑>这哪是道歉嘛，这补刀嘛，这是。当初啊，也就是这个愣头青把我打醒了。体能训练对干部来说同样很重要。 我们是军人呐，军人最不该忽视的，就是体能训练。搏击场上一胆二力三技巧，哪里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？如果教练都让着，或者心里有顾忌，真本事练不出来。老雷，赵猛的事儿是不是？不能按着了，不管对肖郎战士造成多大的心理冲击，都该通知。 旅长，现在演习是关键的时刻，万一要是……如果因此打输了，那就说明肖郎还没有练出真本事，将来也上不了实战的战场。通知吧，我现在去通知。 慢点。
终于要和他们会合了，哎，小心葛参谋。 谁呢？还有水啊？来，把这给我。我就这一块儿。给狼头的。太偏心了。忘了巧克力了。天哥，来吃点牛肉。我不吃，吃吧。吃点。天哥，多少吃点，后面还有任务呢。 不吃那就喝口水，来。营救任务的命令是谁下的？天哥，这个事儿我后面再给你解释。咱们关键是制定后面的战术计划。你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为了我们三个人，牺牲了八名战友。 我问你，我给你下达最后的命令是什么？不准暴露，不准营救。 副座收了。色狼，请讲。 政委，还是您亲自跟他说。少阳，咋了？作为教导员，你就是这样完成任务的，是吗？啊、报告，狼头，吕布的电话。 艰难的阶段，咱们都闯过来了，咱们应该高兴才是嘛。杜泰，到，联络副队长。是。我们马上到位。 爸，马上到家了吗？快到家了。萌萌，你是不是见到爸爸特别开心啊？开心，但是又不开心。
因为我马上要离开爸爸了。妈妈，以后啊，不能这么淘气了啊！你说你在家，妈妈找不到你，得多担心啊！我不想回去，就跟着你。乖孩子，哎呀，爸爸正在工作，知道了吗？两天，就两天。你在车上坐着，爸爸下车跟叔叔说句话。你在车上待着啊，乖。队长，什么情况？封停了，蓝军很可能会出动侦察机，狼头让咱们尽快接应大家到达工厂。啊？他没牺牲。不过，赵猛的事儿，那咱也不能瞒着队长啊。不行，最上的一员，我不同意。你们想想，今天我们差点进了蓝军的圈套，是为什么？你们的状态有很大问题。如果告诉他，这样演戏还能进行下去吗？那意思，咱追踪的事儿也瞒着呀？你这如果猛虎旅事后发现了破绽，那顺藤摸瓜，他闭着眼睛就能想着咱藏在天湖镇啊。再说了，哎，咱回去咱怎么汇报啊？咱怎么编呀？咱也不是演员，我可演不了。怎么去的工厂？怎么跟上他的颜料？你队长的性子，他知道了肯定会宣布。我先想办法瞒下来。副队长，孩子。孩子，先跟着，走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仗还没打完就想认输？还没到认输的时候。报告旅长，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鹰嘴沟不是夏浪的主力。第二，贺天高确实在鹰嘴沟，而我带领的侦察营没有将其全歼。你这是把我跟旅长一块儿批评了。打了败仗就要脱军装，那我跟旅长是不是要拍拍屁股回家呀？参谋长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带上，带上。旅长，政委，是我们对陷入雷区的红军过分轻敌。这不是在搞检讨大会，这次战斗毕竟也歼灭了萧狼近20人，也不能完全说是输掉了。当务之急啊，还是尽快做好侦查。萧狼现在虽然仅剩下了30多人，但是还可以组建两个行动小组。再说了，上次锁定了包围圈都没能找到他们，这次大海捞针的到哪儿去侦查？信息站。我们现在最大的优势
就是加强了新细分队。参谋长说的没错，夏浪现在主要的作战任务就是侦察我们的作战单元，然后毕其功于一役，实施破袭。他们势必会派出多个侦察小组，而这就是我们要下手的地方。这个孩子是……哦，对了，事发突然，没来得及向你汇报，这是我闺女石萌萌。哟，都这么大了？哦，萌萌走。我不走。跟爸爸回家。不要走。嗯。跟爸爸。我不要走。萌萌，你就是狼头爸爸。你认识我啊？你最凶。他孩子不懂事。萌萌，大人有事要开会，我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大人的秘密真多，就知道瞒着。走吧。走，老头，我战不怕死。我一直在想啊，你说作为军人，咱们得经历多少伤痛，才能真正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啊？我们的内心需要多强大，才可以承诺这样一句誓言？天哥，怎么了？怎么突然感慨上了？对啊，怎么回事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一会儿告诉你们一个消息，我希望我说完这个消息之后，在场所有人都要记住你们是军人。记住你们军人的承诺啊。30分钟以前。有部分报告。接电话的时候，政委告诉我说，赵猛伤得不重，过两天就能出院。
虽然有可能被调离萧郎，但是应该会留在部队。小梁，你说赵鹏怎么了？不严重，为什么要调离萧郎？郎头，我有消息给你汇报。说。我，大胆儿和华医生，提前得知了消息。在没有跟你汇报的情况下，我们去了趟医院。你说，见他面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，他不想让你失望。他说你让他跟着我出任务，他特别自豪。他还说，他说夜里睡不着觉，一到晚上就想听歌。副队长，赵某住过院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不过赵某这个臭小子啊，住院了也不忘了埋汰我，还想听我唱歌。这小子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。小梁，到。你跟班长说实话，赵某到底上哪儿了？说。班长，赵某。赵萌的脚伤不都是老伤了吗？这次稍微严重了点，骨折了，两三个月就好了。骨折了？赵萌还让我给大家捎句话，说受伤了不能跟我们一块儿演习了，挺遗憾的，但是他希望咱们给他争口气继续干。其实是就是话赶话，说到这了，其实我和副队长不该没跟队长报告就去医院。哎呀，不对，是我不对。哼，我还以为啊他一开始只是在演习中牺牲，没想到他真受伤了。不过他要是在这儿啊，肯定也不希望看到大家唉声叹气的，是不是？就是，赵猛的这个仇啊，咱必须得报。不行。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，希望都能平复一下。华医生，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是一支正在进行着重大演习的部队。若想着寻私仇，我们还能穿得动这身军装吗？所以，对于赵猛的情况，站住，华医生。
为一个人的牺牲而停止。我相信赵猛的军魂已经注入到了每个弟兄的胸膛里，请记住，你们是军人，是军人就要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和使命。狼头爸爸，你生病了吗？狼头爸爸没有生病啊，如果狼头爸爸生病了，他会传染别人的，不是吗？啊，又骗人！那你为什么看着这么难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在装病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。就这样，那几个人就走了。我们差点暴露了目标，没办法，这跟我们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啊，我和副队长寻思着先瞒着，没想到吕姑娘先通知你们了。从明天开始，分组化妆侦查。他们在明，我们在暗。我相信会有所收获。大家都有什么想法？说打七寸，后勤保障基地。咱们想一块去了。后勤保障基地是开设兵站，实施后勤保障的依托，体量大，部署特点鲜明，是最容易下手的作战单元。像我们这种战役，在这种战场环境，后勤部署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选择敌人的后方，便于潜藏；第二，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，便于疏散以及前送后运；第三，其建设应是大中小综合配套，设施地下化就得需要不小的工程作业量。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分析交通、地质、地形，以及它来往大型的运输工具，逐步侦查。啊，我同意。OK， 赵导员，你安排一下巡逻的岗哨。好。队长，我晚上出去一趟吧，孩子在这待着有点不像话呀。别出去了，大半夜的，出去会暴露目标的，让孩子住一晚吧。咱是行，散了。去过现场？去过现场，什么情况？
你说，要是来了一刀，然后又放了把火，现场不烧没了，那当然，第二辆，射程600码，锋利1/4枪。肉刀。哎，比赛开始啊！你小子作弊！快走，你的腿，你先走。你说什么屁话呢？你走，咱俩都得折这儿。要走一起走。咱们小龙不能输。走，走啊！平时没心没肺的，什么事儿都搂得住，咋说崩就崩了？崩就崩吧，不丢人。什么是生死兄弟？什么是铁杆大大？一个死了，另一个连送他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。来，大伙吃点东西吧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咱还在打仗是不是？来吃点东西吧，来，多少吃点。来，谢子哥，来，小新哥，给我吧，你去看看他吧，病了，别倒了。哎，托儿，饿了吧？看你挺难受的，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多少吃点吧。不是，虽然我刚入队不久，但是摊上这事我……师傅，我理解你。你要是难过，你就应该发泄出来。要不然你打我得了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说想要进校郎大门，得过门神这一关。我见到你得打我。能不能少说两句？走。吃点东西。咋的？还得我喂你啊？吃点，不吃病能好吗？爹，这是你周虎爸爸。周虎爸爸好。
哎，孩子叫你呢，孩子叫你呢，乖，来这边。哎，这是你黑蝎子爸爸。蝎子爸爸好。小梁爸爸。小梁爸爸好。哎，这是你呼延丽爸爸。呼延丽爸爸好。你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让孩子看看你啊。你好。文总裁，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也在怪我？怪我说出这件事儿？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俩。他们没有怪你，你不用自责。但是今天晚上，所有人都在躲着我。他们躲着你，其实是在骗自己，骗自己从来不知道任何消息，骗自己根本就不知道赵猛的事儿。其实你不说，狼头早晚也会告诉我们的。我知道，其实你心里比我还要难过，可现在我还需要你来安慰我。谢谢你，文佐菜。我先走了。快上。我想给你看一下东西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看见了吗？穿墙雷达上的影像，都是我活生生的战友。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上面的影像这么好看过，可我现在觉得他们比天上的星星还美，比什么都真实。